另外媒报道，当地时间5月12日，61岁却活得洒脱，还交往20几岁嫩模男友的麦当娜西科米 McDonald's Tricone 在社交平台分享自拍，透露此前开始接受软骨再生治疗，希望治疗成功能够继续跳舞。尽管麦当娜依旧保持着好身材，皮肤细腻光滑，个性张扬，活得像少女，但毕竟岁月不饶人，上年纪的人非常容易膝关节出问题。今年3月份，她在巴黎表演时摔倒伤了膝盖，原定演出项目不得不取消。事后她非常伤心，也因为伤痛极其痛苦。其实从身材就看得出，麦当娜一直非常自律，巡演期间她还坚持每天理疗，但这次以外她了解到身体状况还是存在问题，必须要做出调整。麦当娜近期已经接受为期8个月的软骨再生治疗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，最后我将完成再生治疗，重拾我丢失的软骨，期待我能在痛苦的8个月之后再跳起来，祝我好运。麦当娜还分享了2张照片，其中一张正面照身材超好，能看到平时注重锻炼的肌肉，另外一张黑色背面照她只穿着内衣，身上没什么赘肉。此前母亲节，麦当娜还在社交网站贴出儿时被妈妈抱在怀里的照片，画面中妈妈闭着眼睛，她写道，在这张照片上我妈妈看起来很累，我想说做母亲是这世界上最难的工作。如今身体出状况的麦当娜也很辛苦，也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。